请贼先前往。 让你的人撤下，否则我手一滑，怕伤了巨鹿侯。哼，你敢！巨鹿侯，现在的形势你已经看到了，我们两方势均力敌，你奉王命来抄家，你的手下们只会打打秋风，而我们不一样。我们的这些手下是为保护自己的家园，保护自己的家族，你觉得谁会更胜一筹呢？我是持王命而来。 就算乌家堡拼死抵抗又如何？项少龙，今天你恐怕保不住乌家堡了。通报王后，说赵盘求见。王后今日出宫祈福了。是吗？ 别来无恙。哼，上大夫，你匆忙过来，所为何事？哈，皇上有命，乌家堡忠心耿耿，所以特遣下官前来，留乌家堡一条生路。哼，荒谬！乌家堡通敌叛国，怎能轻饶？哦，巨鹿侯的意思是我们王上。 不便中间喽。哎，多年来，我们乌家堡为我们照顾，提供良军与军功，并无差池，反倒是被一些有心之人觊觎。还好我们王上英明神武，没有去听信这些毫无根据的谣言。巨鹿侯，你以为如何？ 吴堡主，啊，上大夫，王上要为连晋还有乌大小姐赐婚，王后还特地命我送来了婚嫁的贺礼，在下要在此恭贺吴堡主，多谢上大夫。吴堡主能请得动王后，国该佩服。 这样一份厚礼，想必有重托吧。啊，这还有封书信，是王后的一位故人托我转交给您的。我知道了，还请上大夫到堡内一叙。请，啊，请。 看你们还能挺多久！今天这是双喜临门呐！连襟、庭芳，我要为你们俩筹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好让我们乌家堡好好的热闹一回。那太好了，我们还有喜酒可以喝。我们还可以给你们当伴郎伴娘。伴娘？笨蛋！头发，堡主有何吩咐？ 此次多亏了王后相助，我们乌家堡才能化险为夷。我们要感念王后的大恩大德，你再去准备一份厚礼。是，少龙，再劳烦你一趟。少龙，你可是有什么难处？吴堡主，我实话跟你说吧。 上次的礼物是我托赵盘送到宫里的，他身份尴尬，
我真的不想再为难他了。是啊，吴伯伯，赵盘是赵牧的义子，也是我们的好朋友。我们实在不想再三的。我明白了。现在我们吴家堡还处于危险之中，而王后是我们吴家堡唯一的筹码。若我们不能与王后维持好关系，恐怕……向大哥，你之前说过一定会为吴家堡竭尽全力的。 是否还算话？当然了，吴家堡这是我的责任，但不是赵盘的。那对于你来说，到底是吴家堡重要还是赵盘重要啊？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赵雅帮忙呢？龙少，我理解你的难处，但现在对吴家堡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关键。赵盘同样跟我们都是朋友，我们有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想过？他跟赵牧这么对着干，如果被赵牧发现了。 赵盘怎么办？吴家堡又怎么办？向大哥，大家先别着急，我们再想想，一定可以想到好办法的。爹，容我再想想。 义父，孩儿想向您坦白，是我替吴家堡送礼给王后，王上才令咱们撤兵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毕竟是我的朋友，而且我们这么长时间相处下来，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因为孩儿不想瞒着义父。 孩儿也知道瞒不了义父。短短时，我也要重新认识你了。义父，您放心吧，孩儿不会一次费功的。这件事儿，你不用太在意。项少龙毕竟是你的师父，他找你帮忙，想必也是无奈之举，既然是朋友所托，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了。 多谢义父，快去吧。侯爷，咱们真的就此放过吴家堡？急什么？这刚刚得到王后的庇佑。 吴影元这个时候肯定在给王后准备回礼。哎，你果然在这儿，你来干什么？连大哥跟我说你在这儿，我就过来了。你不要太担心了，我们都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吴家堡真正安全了。 不是说你们在这儿就能保吴家堡安全的。我明白。不，你不明白。你从小跟着袁伯伯一起流浪，你根本就不明白家对一个人的意义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。正因为我不知道家的意义，我才更想帮你保住吴家堡。我不想你跟我一样。好，那你帮我去求向大哥，让他再去找一次赵盘，他肯定会听你的。 向少龙，我已经保住了吴家堡的安全，希望你尽快的将朱姬和质子送回秦国。
这次乌家堡能够转危为安，那是因为我在赵王面前的斡旋呢。我要是能够轻而易举地保住乌家堡，这就表明我也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毁了乌家堡。你可要好好掂量掂量。你还要不要脸啊？你要是能保住乌家堡，我们去找王后干什么？项少龙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要知道，这乌家堡1800人的性命可攥在你的手里。你给我想清楚，是质子重要，还是这乌家堡重要？再说，质子与你非亲非故，你们之间没有情分。可乌应元不同，你们之间很有交情。我还听说，你从天而降，就降在这乌家堡。谁轻谁重，高下立现。相公子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龙少，刚才我听见你和郭开在谈话，他似乎用乌家堡威胁你。是啊，他堂堂一介上大夫，为何如此关心质子的去向？他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上大夫，他是秦国国相吕不韦的卧底。卧底？奸细。那他为何找你？你和吕不韦又是什么关系？我答应吕不韦，帮他救出质子。你为什么要答应吕不韦？为了秦青。那好，我跟你一起去救质子，保全乌家堡。如果由你去，那再好不过了。但是如果一开始我们就说去救质子，他们都会担心的。况且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我们现在必须得想一个离开乌家堡的理由。给王后回礼。此番你与少龙一起去邯郸，彼此一定要有个照应，省得节外生枝。堡主放心。堡主放心，你也是啊。我走了以后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记得按时吃药，不要再出去采药了，这样会感冒的，我会担心你的。我知道了，向大哥，你也是。皇宫那么危险，你一定要小心照顾好自己。我在这里等着你。林大哥，你的武功肯定无人能敌，但是你也要照顾好自己，速去速回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现在的武功也无人能敌。那等我们回来，再比一次。比什么比？林大哥，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比剑，而是赶紧把乌姐姐给娶了呀。有道理。霆锋，等我回来，我们就成亲。我要亲亲。别向大哥招这么多人走吧。等我。向大哥，一路小心啊。走了。龙少，你看，你待会儿跟我一块儿上去，可千万不能多嘴，记住了吗？赵盘，叫金少，这事要紧。
来了。啊，公子盘，你与正儿年纪相仿，希望今后你能多多宽慰他。啊，那是一定的。啊，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一些饭菜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一起来吃一点吧。哎，这些都是我们家公子最爱吃的。哎，那太好了，快来吃吧。请。公子，你去吃吧。来，正儿。公子盘，你若是不嫌弃的话，以后可以经常来，我做给你，做给你们吃。这倒不必了，我娘每天晚上都等我回家吃饭，如果我不回去的话，她会担心的。养夫人真是好福气。来，公子盘，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。来吃啊。嗯，好吃吗？夫人的手艺很好嘛。来，怎么样？这个也很好吃。交尾半价喽，陆少。交尾半价喽。交尾是何物？那应该是什么？绕梁。绕梁啊。绕梁半价喽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喽。停。为何突然停下？娘，这里新开了一家琴店，我想下去看看。好。大家瞧一瞧，看一看喽。向大哥，你们怎么突然卖起琴来了？不是卖琴，是等你们。来，公子夫人里面请。来，请看看，请。公子夫人，里面还有一些上等的好琴，要不要随我来看一下？来，里面请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的老公，也就是异人，现在已经是秦王了。你是来接我们母子的？没错，夫人果然聪明。谢谢向公子美意，但此事还要延后。娘，虽然我从小在赵国长大，但是如今已对这里毫无留恋，我们就随向大哥一起回到秦国吧。我说了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夫人，这次让我们来接你的是秦国的丞相吕不韦。吕不韦又如何？你以为单凭你们二人就能带走我们母子吗？这你大可放心，我定会保你们周全。那剑圣曹秋道呢？我们走。哎，向大哥，这绕梁我知道，乃楚庄王所用之物，但是这交尾乃何人用过的琴啊？不是，我说了半天，你的重点居然在琴上，你到底是不是嬴政啊？我是啊。正儿，我们走。你说这个嬴政文弱的像个假嬴政，朱姬也不想回去。我看这个朱姬是有其他目的。你也怀疑我杀不了曹秋道？不是怀疑，是真的杀不了。你的问天十三剑虽然练了，但是还没有融会贯通。我在乌家堡天天都在练剑，自问剑法已经纯熟。我也天天在练墨家剑法，我觉得也挺厉害的。要跟元宗前辈打，我能打过他吗？这东西是时间问题。可是这个曹秋道必须除掉，否则怎么救得出质子？曹秋道当然得除掉了，要不然我带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喏，公子。娘，我回来了。盘儿，怎么才回来啊？你看这菜都凉了。抱歉，娘，
我回来晚了。嗯，好了好了，赶快吃吧。哎，怎么样？最近城守当得辛不辛苦，顺不顺利啊？要是有问题解决不了的话，记得告诉娘。盘儿已经长大了，遇到事情会自己解决的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您现在需要操心的就是每天赏赏花，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就行了。连你也敢取笑娘了，赶快多吃一点。娘，你也多吃点。我在城楼上已经和质子和朱姬吃过了。哦，在城楼上？是啊，朱姬每天都会给质子送饭，今天就邀我一起吃了。哎，夫人您放心吧，公子吃饱了都打嗝了，那朱姬做的菜样样都是公子爱吃的。哎，一天天就你话多，谁打嗝了？没想到这个质子跟盘儿的口味还那么相似啊。其实质子和我的口味也不相似，也许是巧合吧。那也太巧了吧，这么多菜都是公子爱吃的，但是质子没怎么吃。嘿，看来我也要去拜访一下质子跟朱姬了。娘，我陪您喝一杯。娘，嗯，来。夜闯侯府，侯爷真是料事如神呢。喂，曹老头，好久不见了，我以为你退休了呢，这么大的年纪还能工作啊？义夫休要在此造次。等一下，义夫是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在骂我们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低贱的人。哦，乍一听还以为你在叫我义父呢。儿子，爹让你看看什么叫血债血偿。看飞镖，耍我。曹秋道，你杀了魔家巨子元宗，今天我替他报仇。我曹秋道纵横七国，死也要死得堂堂正正，就凭你们两个鼠辈，做梦！
元宗前辈的仇，我们都替他报了。剑圣死了，剑圣死了。你行不行啊？他也是人，别把他搞得跟神一样。大哥，你不会也要死了吧？死不了。你呀，你可补一补了。义父，孩儿求义父放过他们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但是项少龙曾救过孩儿一命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要想成就大业，该舍弃的绝不能心软。这道理孩儿懂，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。好，我答应。不过他们二人伤势过重，我想还是让他们在这里多住上几日，等把伤养好了再走也不迟。多谢义父。这是在林静身边捡到的何物？这是吴应元送给王后的信件和石像的异宝。侯爷，我们要不要？这次我看还有谁能救得了吴家宝。你悄悄把这个东西送回连晋的身边。是。找我？你很怕我？啊？啊，不怕。你不怕我？侯爷，谨慎之错。你别紧张。好了，我找你过来就是聊聊。谢侯爷，有地方需要清军的，尽管吩咐就是。你说盘儿现在夹在我和项少龙中间，一定很难做吧？现在项少龙和连晋为了乌家堡一定会再来找他，让他进宫送礼。公子对您绝无二心，我向隔壁小花保证。侯爷，您也别难为公子，公子也挺为难的，因为前几天的事儿，公子连饭都没吃好，宫也没出。既然如此，你应该好好劝劝他，朋友所托就应该为朋友尽力。我毕竟是他的义父，要是他捅了什么娄子，我一定会替他扛着的。那侯爷，您不怪公子跟您作对吗？哼，
比起那些，想想他夹在其中，我就更加心疼他了。金军明白了，金军替公子谢侯爷。但是你千万不要说这是我的意思，这样会让他心存愧疚，更加为难的。嗯，金军明白了，还请侯爷受金军一个大礼。哎，这是干什么？啊？哦，公子师傅，哦不，项少龙说过，这是昆仑大礼，是下人们表达对主人感激之情时，就是抱大腿。你这是要抱多久啊？啊，马上就好了。嗯，好了，罢了，下去吧。嗯，何爷，金军告退。你醒了，我很好奇，你们两个来邯郸，我还以为你们是要去王宫见王后呢，没想到竟然是来劫质子的。就凭你们两个想从我手中救走质子，实在是太天真了。你放心，我找你不是为了此事。那侯爷，找我所谓何事？我找你只因为一件事，这乌家堡和乌廷芳之间如果只能留一个，你会怎么选呢？史密斯，你真的以为凭王后就能救得了乌家堡吗？现在要对付乌家堡的不是我巨鹿侯，而是王上。云锦，我一直都很欣赏你，我希望有朝一日你能为我所用，而不是成为乌家堡的陪葬。有我连锦在，乌家堡一定会没事的。是吗？如果王上执意挥师乌家堡呢？即便你是曹秋道又能怎么样？乌家堡肯定是保不住的。我劝你还是现实一点，你只要答应我不再插手乌家堡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绝不杀乌廷芳。杀了曹秋刀，你为何毫不在意？那说明你比他更强啊。我是个爱才之人，我只喜欢强者。云锦，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清楚吧。
小盘，你就这样放我们走，你干爹不会难为你吧？放心吧，我已经跟义父求过情了，你们赶紧走。你之前也求过情，他就不肯放我们，这次为什么突然放我们走？这个你们就不用担心了，我给你们个忠告，不要再来救质子了，你们不会成功的。那可不行，之前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曹秋道，现在我们把他干掉之后，当然要回来救质子。林静，你说呢？公子盘，我和龙少此次前来邯郸，是为给王后送谢礼，还请代为转交。起来，青青，吴姐姐，哎，你这是去哪儿？你快来看看，我的嫁衣到了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好看。走，去我房间看看，帮我看看合不合身。好。吴姐姐，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，好期待你成亲的那一天。是啊，我也好期待。这面铜镜太好看了，好精致啊，是他送你的吗？是连大哥亲手做的。现在看到你和连大哥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真的很替你们高兴。这段时间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外公离我而去，我也改了名字，感觉像是被生活强行拉到了另外一条轨道。我也是，我爹病重了，吴家宝又差点被抄，我感觉上天好像在折磨我们，折磨吴家宝。好怀念以前的日子。你和向大哥准备什么时候成婚啊？我们，其实我现在能看到向大哥平平安安的，能每天陪在他身边，
就已经很知足了。难道你就不期待做他的新娘子？我当然期待了，可是我能怎么办？难道像连大哥那样猎一头白鹿送给他呀？羞，真没羞。说我没羞，小心我闹你洞房。你敢弄我，看你还敢不敢。敢不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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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